我们常会接到电话，然后他会跟你说你中了大奖，或是我要退税给你，那很多人就会呆呆的相信。虽然政府一直在宣导说你要小心要小心，但是常常贪念一起来就会被骗，或者曾经差一点就被拐走了。他应该知道我在讲，我们就是在讲诈骗集团。然后老一辈的会称金光党，就是金光党到处都有，然后骗你的钱，用各种手法。所以下一条歌的歌名就说金光闪闪，就是他金光党金光闪闪，然后你常会照得你头晕目眩，然后不知道身在何处，然后等你醒来钱都已经不见了。所以这首歌就送给金光党金光闪闪。关。
给金光党朋友们，谢谢。